样子往前的这个行程哦，也就代表说我们未来要勇往直前。过程不长，但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学车程一个很美好、很特别的回忆。每个人都有梦想，很多长辈不都这么说吗？大学是梦想的敲门砖，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读书的地狱当中可以喘口气。大家在未来几个月可以勇敢的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不管这个梦想会不会被人家认可，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的去逐梦。学车加油，下课，谢谢。刚刚听了每一个班的同学在台上分享今天早上骑车的心得，我看见了台湾的希望。好，我们那个311这位同学是不是？好，他说得很好。各位，你的梦想要远大，不要认为我们只是一个宜兰的孩子，所以我的梦想就要受局限。把你的梦勇敢的做梦，但是逐梦要踏实，这个过程一定是辛苦的。今天是各位的成年礼，成年代表什么？代表责任，很好。成年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要对自己负责，对你的未来负责。有一位组织学的大师，他叫韩帝，我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。他写了一本书，你拿什么定义自己？你拿什么定义自己？各位同学，你们都是未来的人才。刚刚这位311的同学讲得很好，我们都是人才。但我要告诉同学，你越是人才，你的责任就越重，不是只有对你自己，还有对这个社会。所以你不能只有看见你自己，你还要知道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是什么，你的家人对你的期待是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刚刚跟各位同学分享的那个书的书名，你拿什么定义自己？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好好的去想，不要局限你自己的视野，拉大你的视野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这个过程一定会是辛苦的，也一定会有挫折。我特别要跟同学们分享，在你未来的人生路上一定会有挫折，而你碰到挫折的时候，感谢上天，那是上天给你的恩典，让你可以知道这就是人生。我相信各位同学都念过一句话，少年得志，后面接三个字。哎，你们现在没有念了，时代不一样是不是？啊，有一句成语叫做少年得志大不幸。各位同学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用另外一个说辞，有人这么说，你如果要害一个人，就让他凡事顺遂。这代表着什么？这代表着人生一定会有挫折，而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如何学习面对困难的勇气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那是更重要。所以期待各位同学今天展望未来，就好像这位311的同学讲的，希望将来你能当总统，我一定会投你这一票，为我们罗高争光哈，这罗高的光荣。所以每一个同学立定你的志向，勇敢的追梦，但也不要忘记了你的责任，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？
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思考你如何定义你自己。祝福每一位同学在未来人生的路上充满了希望，也成就你自己的未来，更成为台湾社会不断前进力量的动力，成为罗沟之光。祝福同学，谢谢。